問友邦是1299，問現價可不可以入的？1299友邦，友邦之前炒過轉的，應該是炒類似通關那些消息的，我覺得通關和憧憬加息啦，是啦，之前這件事就炒到上88元，但跟住近排又打回下來，近排陰氣真的比較重，你看到上面的高位全部即係望遠少少啦，90元樓上咧好多陰足嘅，暫時炒住 range 先咯。好就好在指數穿咗底，佢都未穿嘅。之前低位就81.2咯，你用嗰個位去做指示，個零銀錢搏佢彈翻上86都有直播率嘅，你當炒反彈咯。好啊。